28岁名媛蔡天凤分尸命案，香港警方今晚2023年2月26日宣布，已经寻获死者头颅，地点不在命案现场附近的排水沟，也不在储水池内，而是混在港警24日从命案现场带回的证物里面，藏在最想不到的地方。港警晚间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细节，也发现死者头颅有创伤，推估是硬物撞击的致命伤口。也说死者可能在被带到现场前已经在车上遇袭。警方又逮捕一名共犯，是47岁的大陆籍女子，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钟亚伦，在一个不锈钢汤锅里面发现了一个头颅。经我们初步检验，这个头颅属于一个年轻的女子，我们相信是这次案件中的受害人。香港警方大动作召开临时记者会，案情情节犹如惊悚电影，而头颅寻获的地点就在警方最想不到的地方，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钟亚伦。头颅右耳后方发现一个大约 6.5 厘米乘以 5.5 厘米，相信是由硬物撞击而成的洞，法医暂时估计这可能是致命原因。除了头颅外，我们也发现几条肋骨、头发以及少量人体组织在这个锅里。分尸案弃尸地点不在大埔村附近的储水池，也不在命案现场旁边的排水沟。警方24日在现场带回两个大汤锅进行鉴识，第一时间没有发现异常。警方26日宣布寻获头颅，原来一直藏在警方鉴识单位的证物里面，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钟亚伦。此外，警方在今天下午在尖沙咀也拘捕了一名47岁的中国籍女子，罪名是协助罪犯罪。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女子是本次案中65岁男子的情妇，大批警力找遍案发现场都找不到，仔细搜寻证物终于有重大进展，寻获头部并发现有伤痕，警方侦办不停歇，要继续寻找其他遗体下落。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